来先自我介绍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吴兴恩。旁边这位帅哥，这位是我可爱帅气的老爸。来给问候一下。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新安的爸爸。是啊。今天呢带领他来那个参加这个才艺表演。对。那其实我们很多在场的这个观众朋友都觉得不像，好像哥哥一样哦，一点都不像哦，太年轻了啦。其实他是我男朋友，只是对我们当了18岁的男女朋友。对，你是真的爸爸假的啦？真的啦，真的是真的。观众朋友，你们一定不相信，这个是爸爸，就没有人会相信，这么优秀，他这么年轻，对不对？哪里？您过奖了。您过奖，真的是爸爸、哦。真的是，真的是。但是跳舞是你教他的吗？是我教他的，对，从小就教他。从小，哦，难怪哦，那个架势这么厉害。谢谢您、啊、跳舞可以长这么高哦，可以，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够来提倡这个运动舞蹈是相当的健康的。今年有那个世界舞蹈大赛在高雄，你们有没有参加？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就没办法配合了，没办法。对，但是他应该会来出席一下，去参观一下也是可以的，做我们高雄的公关嘛。可以宣导高雄，因为很多国家都会来啊。听说100多国要来了。真的哦，那好那你要好要去鼓励他们一下，对，啊，搞不好还要去现场表演一下，没问题嘛，谢谢，随时、okay、随时都 OK 的嘛。对，那、啊、他是最擅长什么舞？就拉丁，然后街舞，就是这些，街舞就是一般的国标这样子。一般的国标舞，对。民族舞蹈有没有学过？目前还没有接触，不过我还蛮喜欢动感的。就是反正你这个舞蹈都没问题，就对了。谢谢。难不倒你就对了。谢谢。还正在努力当中，加油加油！你要对他严格要求呢，你不能因为这么漂亮的女儿就没有要求他呢。一定会严格要求。严格要求，对对对。他如果给你三奈就没办法了。不会，还是一样。三奈也没有用哦。非常开心，今天可以得到最佳才艺奖，真的非常谢谢老爸。他因为前一阵子脚受伤，然后还每天陪我辛苦的练习，真的非常的谢谢他，超爱他的。老爸，他这次得奖，我刚刚就什么感觉？当然很高兴啊，我的努力终于有了成果。是哦，是。你们跟爸爸亲一下。好。好，拜拜。谢谢。好。